小的，这样会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害怕。你别面对着，你背对吧，你走。我背对着，我也害怕。你把人家这个造型给破坏了。哎，我印出了一个五角星，看看。看看，他当那个拍大星啊。原来你的隐藏是拍大星。走了走了，好漂亮啊。我们这椒麻鸡它是本来菜单上没有的，是定制的。是吗？是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它菜单上面没有，然后我们跟他说能不能做个椒麻鸡，他们就答应了。啊，这么好。对。那还给煮小米粥哎，那个。对，那个也是定制的，菜单上没有的。那新疆也很好。对。我以为有椒麻鸡呢，因为好像椒麻鸡是他们特色菜，然后每次在上海点那种新疆菜嘛，就会点椒麻鸡，然后它那个麻麻的，然后放那种笋，特别好吃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笋。也没有笋，难道正宗的是没有笋的啊？然后我喜欢最喜欢吃椒麻鸡，还有那个番茄的面，还有那个大盘鸡，这个是大盘鸡对吧？然后还有蔬菜，这个好香啊！可惜今天王毅吃不到了，因为他生病了，只能喝粥，只能我一个人吃了。王毅是不是已经睡了？对的，他刚吃了要睡了，就他明天醒来就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吃好吃的。听说新疆有好多好吃的，然后我在那个网上看那个 vlog， 然后好香好香，还有那种就是雪地火锅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在雪地里面吃火锅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尝试一下？嗯，这真好吃。你们吃了啥？我们吃的就是也我们是吃了 omakase， 就是就是我们没有点菜，让他们给我们随便上。好，这么国际化，随便上上了什么菜？嗯，也有那种大盘鸡，很多肉，还有那种花卷包的，什么量都很大，还有那个狗鱼。啊，狗鱼是什么？我也没有听说过，但他们说那个鱼叫狗鱼。我想出去吃呢，还没出去吃过，就今天吃个早餐也不算吧，就没有去新疆的那个店里面吃过菜。